乐团茄子蛋在台上卖力开唱，舞台魅力爆棚，如今传出正式解散，三人各自单飞。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卡伟大。2022年，茄子蛋凭借这首歌获得年度最佳歌曲奖。根据周刊报道，解散原因不是别的，就是为了钱。知情人士透露，是因为酬劳分配不均才闹内讧。虽然三名成员间有着革命情感，不在意拆账比例，但是家人却相当计较。当初这首《浪子回头》让他们一系爆红，各方邀约不断，却在2022年传出主唱阿斌声带受损，要无限期停工。2021年受邀担任蔡依林演唱会嘉宾，双方合唱就听得出来阿斌没办法唱高音，只能转往戏剧圈发展。面对解散传闻，茄子蛋发出声明，并没有外界所传酬劳分配不均导致拆伙，现在只是暂时休息，团队没有解散，但对于粉丝来说，还是希望早日看到三人合体演出。东森新闻娱乐中心在台北报道。